我摔了是吧？谢谢谢谢，刚才这个节目上小局，还有我们后台的元老级的人物啊，翟国强，对，二位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。老翟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，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，演唱型歌手。虽然呢，这个在我们后台，有的人远远超过了我的演唱，有不少人，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嗯，各有所长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宿命啊。这个给大家唱一回，好，这个首先别着急别着急啊，每次唱的时候呢，刚说要唱，底下就有人喊五环五环，就没有别的了。我们这个演出啊是有顺序的，先唱这个再唱那个再唱那个，这是有规矩的啊。对，有规律的，跟大家说五环一唱就结束了，节目结束下班。对了，以前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上台，观众朋友喊五环，唱一五环专场啊，三个节目，我第一场就把五环之歌给唱了，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，观众下班了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你们看的是相声、嗯、并不是什么歌手啊，我是一个相声演员，我不是歌手。当然呢，相声演员唱这是，哎，为什么鼓掌，突然的鼓掌很吓人的。是是是，说句实话，这是、啊、哎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演出别着急别着急，是有顺序的。首先本门功课说学逗唱，刚才那个卖故意呢属于学学类，唱是什么呢？您说太平歌词相声本门，其他唱什么也归是学。对了，刚才那个数来宝属于唱。对啊，太平歌词是我们本宫的唱。是啊，给大家唱几句啊。好，太平歌词有很多人唱得好，不错，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唱得确实好，然后呢小辫张云雷唱得也不错、哎、然后、到我这儿，你干嘛比回什么意思？我师父的身高啊，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啊，我师父身高确实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，这，啊？你等会儿，那是我妈。瞎比划你。没腿，没腿。有腿呢，你师父差多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我师父挺高的。你师父有这么高吗？大家猜我的身高是多少？1.5米。光脸吧，2.8米。你下次买前面的票。虽然我长得像1.9米的啊，但是呢，什么叫长得像1.9米？其实呢，我1.74米。哦，74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我骗你们这个干什么？1.74米。孙老师多高？73。就是最近头发少了。我师父呢1.68米，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矮。对对对，真的身边人太高了。咱说这个太平歌词我是跟他学的，嗯，所以说呢我也错不了，给大家唱几句。好，博蛇传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下次说白蛇传、上口吗？戏曲演员就是上口。哎呦呦呦，呐喊不叫呐喊，那叫呐显。哎呀呀呀，对吧？白不叫白，那叫博蛇传。哦呦呦呦呦，是一条长虫的故事。这是你别说博了，这长虫都出来了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是跟我一起打拍子啊！我以前唱的时候，大家瞎打拍子，一会儿就唱乱了啊！一板一眼嘛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，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嘿，正好，唱几句得了啊。这是有传授，这是白蛇传、是其他唱什么都会是学唱，学唱类。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，什么呀？叫评剧。哦，评剧。哎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剧种。是是是是，原来在大连呢发展得很好。大连也有。哎，评剧院给大家学一个啊。评剧，你来了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
说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算了吧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唱起来。只要我们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这边的朋友唱起来。行了行了，这边的朋友啊，很心疼你们一宿基本上没有看到我，是不是？本身也不是看你来的。孙老师挡得死死的啊！别管以后将，不必费心地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只要我们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您这是评剧吗？啊，这不是评剧吗？不是，咱们说的不是歌，你说评戏、啊、评戏，嗯，那我哪会啊？那你看，诚实啊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谁欺负谁呀、啊？评戏我不会啊、哦，不会。哎，什么豫剧啊、黄梅戏啊，这我还行啊。豫剧行，我河南人、哦，我会唱豫剧。来两句，给大家唱几句啊。这个豫剧、啊，乐调曲剧，唱两句乐调吧，好吧？乐调什么呀？四千岁，你莫要羞愧难当。哎呦呦呦呦！四千岁，你莫要羞愧难当啊！听山人把情由，细说端详啊！收姜维，收姜维。对，哎，这是河南乐调。嗯，到了这个安徽，安徽黄梅戏，黄梅戏，天仙配。对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哎，名对，唱多好啊！好，我给您唱几句啊。嘿，还会这个？怎么又拿起来了？哟呵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这是对唱。绿水青山带笑颜，随手折下花一朵，我与娘子戴发笺，寒窑虽破，能避风雨，夫妻双双把家安。要说您这功能还真全啊！好久不唱了啊！是是是是是，有点羞涩。哎呦呦，没看出来啊！其实呢，我这个梗啊比较喜欢的是。您什么梗儿？什么梗儿了？我个梗儿。我自己不叫个梗儿、啊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歌曲。爱唱歌，哎，什么流行歌曲、流氓歌，什么歌？就是流行歌曲。对对对，我比较喜欢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，可以点。是，可以点。一纸情书啊！啊、哦，有一纸情书，还有什么呀？燃烧我的卡路里啊、哦！孙老师唱一个吧。啊、哦，你应该燃烧卡路里啊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拜拜，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。唱不唱也不吃那玩意儿。这我真的来不了。嗯，这都什么状态？这是个。
还想听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忐忑。嗯，好了，既然每一个人呢都有想点的，哎，你们不统一，嗯，意见不统一的话就算了，哎，啊，就算了，逗着玩呢，合着，不知道大家不知道爱听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众口难调啊，众口难调，我给大家唱唱几句。您自己决定一个，我自己决定啊，嗯，给大家唱几句《女儿情》，这是。两年前我参加一个节目歌手是总决赛现场直播，我跟李健健哥，嗯，我们在一起牵手未有成功啊，是牵手未成功，没有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也不往心里去，就是离不开西游记了，然后呢，哎，还真是啊，对，那个给大家唱几句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，女儿情啊，哪段啊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这个大连没有 KTV 吗？自己嗨像话吗？多开心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竭力亲贵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还真好，哎，这是这个女儿情。之前呢，我前几年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曲，什么呀？叫做《橄榄菜》，这是这个齐豫的姐姐唱，齐秦的姐姐叫齐豫。你讲人名对了，名歌名不对，什么橄榄菜？橄榄菜吗？哦，橄榄油，橄榄油。橄榄籽儿怎么样？橄榄籽儿不太像，那叫橄榄树。对，橄榄树。真行。齐秦的姐姐齐豫唱的，齐秦大家都知道吧？对。大约在冬季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二人转之乡，嗯。我师父生生的把这歌唱成这样啊！是是是，你说毁了不少歌啊！橄榄树，我特别喜欢啊。嗯，这个作者是三毛，三毛，三毛大家都熟悉，是一个作家，哦，他也参军过，也流浪过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流浪的三毛，嘿，三毛吗？不是那个，写书的那个，写书的撒哈拉沙漠，哎，跟荷西的爱情故事，是荷西，经典 啊， 啊，词是三毛写的，哦，给大家唱几句，好，啊，这得抒情啊，这个，哎呦，又起范了，你看，不要，哎呀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我一唱我就嗨，你知道吗？一唱就开心。您唱完了再嗨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哎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，哎，不要问我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哇，太好听了。哎呀，对，您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。不要问我太阳橄榄树，愣来呀，是这歌吗？阿门阿谦你个橄榄树，哎，行行行，我那时候还挺累，逮什么爬什么，不是这个，您这是杨钰莹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改毛阿敏了，不要从哪儿来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调不对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改刘德华了，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不是这歌，嘿，怎么这么简单，这句你都不会唱呢，怎么唱来的，不要从哪儿来啊，多简单啊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就这么一句吗，对不对？我这嗓子不舒服呢，嗯，嗯，唱吧，唱唱。
是这意思吗？准备好嘞，你唱你唱，别介，哎别别，哎，您多火呀现在，您火，您多火呀，大家都还看您呢，别别别，我是买一送一，我是。您来您来，您的腕儿大呀，您是大腕儿。那要无饭是怎么着？逮哪儿都一糗，你知道吗？你行了，你可以了，不要听岳老师唱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好听。我的故乡在远方，河南，直接唱河南的好听吗？好听好听好听。我的故乡在河南，多好，为什么流浪？哎，包了灯了，要了饭了，彪呼呼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。流浪。流浪了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哦，小鸟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飞翔的小鸟，鸟迷路了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就知道流浪。还有还有还有药吗？怎么了？你踩电门上了？干嘛呢？这开心呐！那你得好好唱一个，开心呐！朋友们，还有什么想听的？嗯，刘老根儿，大哥，你这有点不对了。刘老根儿，我们是德云社，知道吗？都老根儿了，还点刘老根儿？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就会个一句半句的啊，确实他有的歌好听嘛，对不对？片尾曲，为了远上那个梦，你涂上了一辈子的情，这好听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是不是拜错师了？好听，好听。嗯，这还有什么？还是孙老师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您来，您来，您来，您唱的好听。学猫叫。什么？哎，孙老师来个学猫叫，怎么样？我人家于老师都能学猫叫，你为什么学不了？对不对？他骚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是正经人家吗？是，于老师是个老骚猫，但是您您来一个，您来一个别的。我来不了，您来。瓦哈拉变身怎么样？行了，您弄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您好好唱一个来。等我以后我练习练习，我给你们唱一个。探清水河，好家伙，谁的粉丝都有。宋情郎一唱，整场结束，彻底结束。什么？拆西厢，万物生。莺莺满座，手儿托腮，
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，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哟呵，那姑娘吃蒜了，打嗝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谁不会打嗝？是是是。哎呀哈，十八摸，这大姐站起来，十八摸，你受什么刺激了你？这是受刺激了吗？十八摸我们不会唱，我们也没有学过。对。什么？加钱也来不了，妹子啊！来不了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是什么钱都挣了。对了对了，去年还行。又行了。瞧出不容易来了。很难哦，很难。赵花台。最浪漫的事。最浪漫的事。咿呀嘛更儿里，月了阴儿照花台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上儿来呀。我不会了啊。是赵花台，郭麒麟学得好。赵花台郭麒麟探清水河，张云雷学得好。对，宋清郎我学得好。就我们几个都把我师父会的那些东西啊都给挖空了。对，你师父现在只有大实话了。锁麟囊，锁麟囊我不会啊。你是不是要的命吗？清水河会唱，咱们唱几句好吗？桃叶那尖上尖，这是会吗？这个得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真气人，这个得得。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那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。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荷花丸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，尊俏好容颜，似鲜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、奴好比貂蝉安似吕布啊，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。行了行了啊，别有风味儿。版本不一样啊。嗯，唱了半天，给大家唱一个五环之歌啊，因为演出时间是有规定的，我们11点要结束，请大家能够理解，请大家理解。因为现在这个规定比较严格，主要是。嗯，我看我听有的朋友说退票，你这会儿退票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啊，太不合适了，马上都11点了，你要退票，加钱，他说加钱。加钱也不行了，加钱也不行啊。好，这是剧场规定。现在加钱，你可以，包我，包你不得敲点黄瓜吗？包孙悦，谢谢。你怎么了？来，拿走。来，哎，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不忙。五环之歌会唱的一起唱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
你比刘欢少一欢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欢，修到七欢怎么办，你比五欢多两欢。嗨，老有这格，你看我一唱五环之歌就有人陆续的往外走，这是一种规律吗还是怎么样？告别曲啊，会唱的一起唱五环之歌啊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唱两遍、啊、把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打开啊，咱们也找一找那种大咖的感觉。大咖差的感觉。哎对了，好啊，挥动起来啊啊，哎呦呵，稍等一下稍等一下，不合适啊，这个声音太小了，你们大家是都不好意思唱吗？要脸，要什么脸，这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了啊，各位啊，都这点儿要什么脸，就是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啊，大姐要脸是不是，你别逼着人家这个，哎，你会好嘞，谢谢大家。我再有一个主意啊，嗯，再唱一遍，把这个机会呢给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就是楼下的朋友定语呢，不要唱了，让楼上的朋友嗨一嗨啊，嗯啊。这个没钱也没劲儿吗？哎呦，行了，这么挤的人家。还终于好嘞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，灵魂、嗯、接下来青藏高原唱给大家。呦呦呦呦呦，要现形，是谁带来，是我是我是我，先别唱了、啊、你带得来吗？我带不来，把你带走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，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是啊，最后一句高八度，你这嗓子行吗？你想多了，怎么呢，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、哎啊、死半道了、嗯、是谁带来谁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啊山川相连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
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谢谢，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特别激动的，因为基本上钱已经不是那个任务已经完成，我够本儿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说实话，基本上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属于翻场的时间。嗯，其实翻场的时间是每个演员呢比较喜欢的时间，自由、自由一些，然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天，说一说心里话。嗯，其实每一次来大连心情都特别开心。对，因为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空气又好、而且天气呢比北京要凉一些，凉快点，对我们来说正好。嗯，特别开心，特别舒服。然后呢大连的观众呢又比较热情。别走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还得去别的地方赚钱，我们还得去别的地方去、去演出，去演出，哈哈，瞧出不容易来了，真的是这样，谢谢、谢谢。太开心了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刚才啊我往台下走的时候偷偷问一下主持人现在几点，11点，我们剧场规定11点，要不然你加钱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它是硬性规定，演出商要加钱，对，要一分钟多少钱，一分钟多少钱，还交罚款呢，还得超时，然后呢到几点就关灯了，就没事，关灯吧，你是没事啊，我害怕呀，不够分的呀，真的真的是。好了，这个既然大家都开心，我们、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，是啊，那个接下来首先呢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啊，怎么又有广告，不到一分钟啊，7月19号上映一个电影，哦，不看哈，有的朋友不看啊，你看是英雄啊，看不看，看不看由您啊，您自己决定。对，广告反正得做。说到英雄，嗯，我跟佟丽娅一起演的，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是乐意是不乐意啊？这是。哦。这是我，啊、这是我需要做的啊。7月19号，我跟佟丽娅一起演的《鼠胆英雄》上映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，能够喜欢。接下来，接下来有问孙老师的问题的吗？没有哈，没有，好好好好。想问什么？今天呀、是德云社比较忙的时候。今天这天特热闹。我北京在是吧？我北京，我师父在北京演出。对。天津是张云雷。嗯。大连是我，承德是。烧饼，张鹤伦。然后那个。小妹儿三宝是乌霍浩特。霍浩特是吧？对。完了，还一场这个三宝是在哪儿的忘了，6场演出，滨州哈，出铁的地方啊。真，谁好吗？谁好？孙老师啊。哦，腰啊，行，还在，还在。还在哪儿行？还在。09年的时候，是09年吧？我忘了。我们两个人刚合作的时候，孙老师闹过一回腰病。嗯，那老伤，腰病，就跟我显了形似的。不是闹腰性啊、嗯，闹过一回腰病。对，老伤复发。那叫什么什么？那个椎管狭窄。椎管狭窄就是太胖了，导致那个神经。跟胖没关系，天生的。是吗？嗯，我这还往好了说呢。这是往好了说吗？这，就是一个癌症。你没有，让您说，我早该死去，知道吗？神经性的毛病。神经性出毛病，没事，然后呢，就他往床上一躺，他想上个厕所需要1个小时。我真命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倒是，人家他妈站不起来，腿疼。一步一步，就一点一点往前挪。那是一步蚂蚁都比他快。那是真的，一步一个脚印儿。哎，第一排一下走那么多人，走了。我天哪，你们的位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啊！哎呀，一下走那么多，哎呀。3男4女，哎呀，葫芦娃的配置，
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应该很嗨呀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嗯，那空了一些座位，楼上的，哎，赶紧补上啊！快来，快来！楼上那么高都有人，真是为了相声，为了听相声，大家真是不容易啊！嗯，好了好了，我下去，为什么？太热情了啊！你过来呀！我不能下去，不能下去啊！对，你看，这很多公安啊，就是看着我们的，看着我们的，不能让我们动一步。11点多了。